好，元旦跨年计划想好要去哪里来参加活动了吗？南部刚开幕的复合式游乐世界，现在找来了10名模要来演出豪华歌舞秀，现在正在加紧练习，我们带大家一块去看看。名模蔡淑臻率领师妹们正在加紧练习歌舞，为的是今年的跨年活动。南部刚开幕的复合式游乐世界重金礼聘25位10名模，要祭出豪华歌舞秀与各地的跨年活动拼场，当然得来点不一样的。听说我们的对手也是一个非常强悍的10对10 对啊，但我们人多势众。对，这一次的话呢，我们是由优雅然后到动态，然后中间模特还会做变装，所以其实是让台下的观众有一种非常惊喜，然后而且看到都是非常性感的一面。主办单位体恤大家练习的辛苦，还带来应景的汤圆让大家补补身。谢谢哦，谢谢吴总，谢谢我们的辛苦都值得了。充完体力继续练习，跨年那一天赏心悦目的表演要让温暖的南台湾更热情。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